金钟奖、台北电影奖影帝黄河再现最乖巧的杀人犯的荧幕形象，但这次很不乖巧，非常 hardcore 哦。饰演一名的摄影师叫做田春义，在戏中呢曾经因为埋尸自首被关入牢中，究竟他为何要残忍杀人？他真的是凶手吗？所以你要真的要看下去才知道，我没有爆雷哦，背后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？模仿犯将会在3月31日起下午3点Netflix 全球。西哥，西哥呢？这一次人呢？阿西哥来了，来了哦！今天哦，哇，好帅哦！阿西哥现在拍动作，现在看到阿西哥真的很想哭。好，掌声。好，感谢各位，3月31日全球独家上线。记得准时锁定，有请导演、制作人、演员先回后台稍作休息。等一下，此刻的观众欢迎大家进影厅，因为等一下映前会有一个大合照的时间。我知道你们等特嘉宴很久，对不对？来，嘉宴再跟他们讲几句话好不好？来，哇，嘉宴，嘉宴回来了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过来，好，先走一走，好，大家要注意安全，谢谢，谢谢，待会见。是的，谢谢气象主播贺佳燕。